他现在五岁半，对，对，正在念幼稚园，学习是有一点帮助，可是不占完全。他会重复一些单字，让孩子去点击的时候知道那个叫做什么。对，可是他里面的单字提供还蛮少的，就只有五六个在跑，所以孩子怎么学就怎么学那几个。他可能需要更新一些教材，或者是我们还要另外购买教材的话，孩子才能够接触到更多。他对于英文游戏，就是他机器人互动的游戏上面，他还蛮有兴趣的，像是分辨色卡、分辨单字对错的那个，然后还有像打鼓方面，音乐打鼓需要拿到棒子去跟机器人互动操作的，然后拿字卡跟机器人互动操作，他都还蛮喜欢的。一开始玩他还蛮有兴趣的，因为是新东西，然后他对于那种可以机器人可以分辨字卡，然后可以拿那个魔法棒在玩，他还蛮开心的，就是蛮有新鲜感。可是重复性久了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了，就可能要更新教材、更新游戏，他还是会有意愿去玩，只是变成说单一游戏久了孩子就腻了。他基本上他没有英文的基础，所以里面的像有那个什么布勒梅乐团，他看不懂，他也听不懂，因为他没有听过那个故事，然后他看英文他也看不懂，他里面都直接讲英文，所以他也不懂他在讲什么，所以他就没有兴趣，比较不会。因为他们都是在地上，那别人说孩子只要唱跳的话，孩子跟着起来跳，他就看不到荧幕，因为他的荧幕是在上面，所以孩子没有办法跟他面对面做太多的互动。他大概玩一个小时左右，他就会跟我说他累了，他就需要休息。我们会用平板抓教育的程式，像是因为我们有那个比较大台的平板嘛，那个 iPad， 那他就可以用 iPad 的那个 App 程式下去玩，像是英文单字啊，他因为他有一些程式是用类似像闪卡的模式，所以他就可以去跟着荧幕做一些互动的教学。平板里面他比较常常玩的就是类似像宝宝巴士那种游戏，它就是界面做得很简单，操作方式也很简单，可是孩子就很有兴趣。然后他可能点击什么的时候，他会讲一些单字，经由他在点击那些画面的单字的时候，他自己就会去重复念。学习的兴趣，他还是比较喜欢平板。因为平板的空间比较大，教材比较多，然后他自己可以去应对的，就是操作的机会也比较多一点，就是很简单的东西他都可以，他不用问我，我平板帮他打开，他自己就会去点 app 去玩，腻了他就把那个关掉再开下一个。一开始我会教他，可是后来就是我帮他点进去之后，他看到
熟悉的页面之后，他就会自己操作。他还是需要我帮他点进去画面，他才知道说哪一个游戏在哪一区。假如说他可以自己玩的话，我会让他自己独立操作。对，假如说他有不知道怎么弄的地方，他会来问我，然后我会在旁边看着他。然后只要他玩一阵子顺了，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。我们一开始最接触的游戏就是那个字卡嘛，那翻久了他就觉得还有没有别的。他就说他妈还有没有别的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也还在摸索他还有什么功能在。所以在我们摸索的同时，孩子在等待的时候，他也觉得好像要等很久，所以他就没什么耐心。他的配件去对他的 app 要摸一下，大人我们自己大人本身都要探索一下。我觉得他还不错啊，其实我觉得这一台还不错啦。假如说可以的话，我或许会买一台给孩子玩。可是缺点的话，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教材更新要多少费用。假如说他的费用也不便宜的话，那其实对家长来说我可能就比较不会考虑的。假如说他的更新教材的费用跟他上英文课的费用差不多，那我可能就是还是选择真人教学。那像这个的话，就我会用，因为他那时候之前我带回家玩的时候，我拍给他同学的家长看，大家还蛮有兴趣的。对，就是觉得说这个是什么，好不好玩，我说还不错啊，他还蛮有意愿要去玩这个的。大家说复不复杂麻不麻烦的时候，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